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。我看到主恩之家又长进了，又兴旺的样子，我的进来是非常的快乐，感谢主吧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以弗所书第二章。第二章是保罗的经历，他也把他的经历写给以弗所。那今天呢，弟兄姐妹，也是我们的经历。第一，由罪人变成义人，由外邦人就变成神家里的人。然后呢，他是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。这就是这一章的整个的内容。所以我们说基督教会是基督神的家呀，是吧？神的家中成员是因为耶稣基督流血舍命，他的爱在十字架上就显明出来，这是我们的信仰啊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为罪人死了，是为我们死了，是为我们还罪债而死了。所以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由这个罪人就变成了义人了，是吧？那一开始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呢，神的恩典呢是在那一些肯悔改来到神面前的人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》第二章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彼得和同工们都被圣灵充满。那彼得就第一次讲道啊，讲完道以后，就有3000人受感动，他们到彼得面前说：“那弟兄们呢？那我们当怎么办呢？”彼得说什么？第一，悔改；第二，受洗；第三，罪的赦免；第四，领受圣灵。这是彼得的答复啊。后来你看，3000人悔改受洗，就建立教会。这是第一次讲道。到了使徒行传第三章，他跟彼得跟约翰到圣殿的祷告，遇着一个瘸腿，生来瘸腿的。这个瘸腿呢是在门口坐着是讨饭的呀。那彼得约翰进来，他们也照样讨饭。那彼得看见这个瘸腿呢，你看我们，那这个瘸腿呢就看他们呢，因为说他们要给我很多钱呢，是吧？彼得说什么？金钱银钱我们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起来叫你行走。哈，那这个瘸腿的就跳起来站起来了，跟他们一块去叫去圣殿了。那很多人就稀奇啊，来到他们的跟前。那彼得就第二次讲道，第二次讲道的结果有多少人归主啊？弟兄姐妹们，你还记得吗？五千呐，3000加5000，他们就开始，你看第六章就建立一个教会了，就组织了执事啊等等等等。你这种从这里看呢，教会是那些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聚在一起，有这个负担来建立教会。所以今天，救恩主恩之家呀，我也盼望天天的兴旺，能够像《使徒行传》那样很快建立一个神的家啊！你看，他们建立了神的家啊，他们不是说啊，我们天天在这里
欢喜快乐祷告，他们奉献自己的财产，大家一起供应，一起祷告，一起领圣餐。但是呢，不是长久啊，是要叫他们出去来建立教会，传扬福音啊。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心意。我也盼望我们这个教会不但是将来建立，能够差派许多人到其他的地方去啊。那最近主恩堂啊，差派四个弟兄姐妹到这个洪都拉斯，洪都拉斯的国家很贫穷啊，所以他们去了以后说非常的艰难，但是他看见非常的很好的结果呀。那有个弟兄就把他们去的情形就写在使者的一个刊物上，你们可以看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在主里面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得的分享给别人。好了，我们下面看啊，第一段一节到十节是出死入生的经历。那这里第二章一开头，他说：“你们死在罪和过犯之中。”弟兄姐妹，不要误会，我们这一班呢，世人都是犯了罪呀，没有一个义人呢。你看《罗马书》第三章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他在说你们过去死在罪恶之中，他叫你活过来，他是谁呢？那就是耶稣基督啊。所以我们过去死在罪中啊，什么罪呢？比如说不道德的存心呐、行为呀、地位呀、因犯罪背逆神。那最好的比方，亚当夏娃，上帝造的那对夫妇在乐园里面，那多么享受啊，是吧？那里有河流，有蔬菜，有水果，有飞鸟，有鱼。但是他们背叛了以后呢？背叛了以后呢？哦，忘记了，我对不起，我不大会用那个。那你看他们背叛以后，就被罗院赶出来了。赶出来怎么样呢？神说你要终日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，对吧？才得糊口啊。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生下来很小就上学，就学习，学会了成家，家有难处，也慢慢就有老了。那你看我们在世界上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呢，你看看这一个是这个亚当夏娃第二代两个男孩子，老大就杀老二。从那一代开始啊，一直到今天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说神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因着罪跟神裂开，跟神隔开，因为幸亏随从今日的风俗啊，我们世界上跟着风一样的，别人这样，我们也这样啊。所以，在雅各书说，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，是吧？你世俗为友，别人。那保罗也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那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是体贴肉体呢，或者体贴圣灵呢？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思想的，要想一想。如果我们是体贴圣灵，那你可以看神的恩典在你身上，那是多么大，多么大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可以看今天呢，贪官、贪财、贪世界，
是不是这样啊？任罗在罪里面，就是贪官、贪财、贪世界。那不但是一般人是这样啊，连基督徒也是这样啊。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，是吧？弟兄姐妹卖了家产去奉献，他们也卖了家产去奉献，但是奉献的时候私下留下几分呐、啊。那你看见彼得是个圣灵充满的人，一看见他们那里的奉献，彼得的第一句话说：“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？”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传道人呐、啊，你不是欺负我呀，你是欺负圣灵啊！那你看他到了第五章，他听了这个话，就扑倒在地死了。那彼得说什么呢？天地没有卖是你的，卖了一口还是你的，你为什么私自留下几分呢？那几分就得到死亡啊，叫人看那算什么呢？但是在神面前，神是圣洁的，不能有丝毫一个寸心在里面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亚拿尼亚这对夫妇为着奉献而死亡，原因有私心在他里面，是吧？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真是要谨慎小心，不让任何的私心在我们里面存在。我们会要活在主的面前，不要成为悖逆之子，要成为神所悦纳的神的孩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见第二方面是魔鬼啊，魔鬼的诱惑，魔鬼撒旦的试探，魔鬼也试探过耶稣啊，是吧？但是魔鬼是用圣经啊，你看，但是他用的圣经不完呐、啊，主耶稣也用圣经就把他打败了，他不打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，彼得讲啊，魔鬼到底到处游行，顺招可腾吃的人，哈、啊，到处游行，顺招可腾吃的人，那有些人不可腾吃啊。那也就是那个敬畏神的人，是吧？所以因此呢，这个保罗说，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。那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今天很多人是为着财产而死啊，为着这个色情而死啊，不很多吗？所以不但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，连教会的领袖也是这样。我认识几位有名的牧师啊，就名牧师啊，有的是自杀了，有的是上吊了，有的是无中就生就失踪了。这是我亲眼看见，我认识的传道人呐、啊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贪爱色情，就落到这个地步啊，是吧？在美国过去有两名的讲在这个电台的布道家，他大声一呼，多少万钱都可以奉献，但是。一个跟他的秘书，一个去了妓女院，这两个大的布道家，我刚刚那时候到美国来呀，那么年轻又才华，今天在哪里呢？所以你看这个魔鬼的工作啊，是非常可怕的，因为他是空中掌权的邪灵。
他是不过是暂时的，将来有一天结局会落到神的地狱审判里面。所以我们这就是一上的一节到这个三节里面所提到的罪的原因，罪的结果就是死亡，罪的结果就是受苦，罪的结果就是成为败坏之子。那下面呢，我们看见因神的怜悯，神的大爱，我们就从死里活过来，是吧？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着爱我们的大爱，将当我们死在过犯罪中的时候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呐。那下面说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但是在基督里一同复活，有一天我们一同坐在天上，你能够接受吗？是吧？我们在主里面，主在我们里面，他坐在天上，我们也能坐在天上啊，对不对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美的，非常美的。但再过来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神的大爱领导我们。在罗马书第五章，他说带我们还在罪人的犯罪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舍了，是吧？他不但是舍了，他也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重生得救了，神的爱就充满你呀。所以我们就能够里面有神的爱，就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。所以这个工作呀，那下面说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得救的工作是神借着耶稣基督造成的，借着耶稣基督造成的，那就是不是对我们来讲都是恩天，不是我们的本领、智慧、才华、行善而得到，是神白白的恩天。我们只要接受，神就把这个恩天赐给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神面前真是要欢喜快乐啊，在基督里造成的，那神造成我们像基督的模样做什么呢？是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彰显神的爱，活出神的爱，行善是神给我们的目的，是吧？那他不是要求一般人，他是要求那些神的儿女亲自得救蒙恩的人呢、我就想到一个见证啊。那在美国有一个宣教士，在印度一生养孤儿，退休了，现在回到美国来。他的名字叫 Teresa， 有没有听说过呀？是吧？有一天，是去年，从纽约搭飞机到洛杉矶，美国的国内班机是没有饭吃的呀。你要吃饭，你要买呀才可以呀，只有茶点，是吧？那到了中午呢，他的肚子饿了，他就买了一份飞机上的午餐，5块钱。那坐在他前面有10个士兵啊，那其中有一个，我们也买个午餐吧。那有另外一个说，那我很快就到了营地了，那太贵了，那我们不要买，忍耐一下吧，啊。那这位姐妹 Teresa 呀，她听见她就受感动，她就给航空小姐50块钱，请你给个士兵一个人一个人
一份午餐。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，这个局长就报告了，他说有一个姐妹啊很有爱心，帮助买不起午餐的人买午餐呢、啊。坐在他后一排有一个旅客就拿到25块，他说我愿意分给你一半，分你的一半，你拿50块，我也拿25块嘛，啊。那后来他取起来到卫生间，在那个走道上有一个人说我也拿25块给你啊，啊，那他要50块了。下飞机排队的时候在他后面说我也给你25块啊，我愿意分担你的块啊，他有75块了。他下了飞机就一直向前，一直的就追到那十个士兵啊，他说朋友啊，我这里有75块，你们拿去可以喝咖啡呀、啊。弟兄姐妹，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啊，他看见人有需要，他就及时的帮助啊。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见，神叫我们得救是神的工作，是耶稣的工作，是做成神的儿女，像神的模样，是效法主耶稣，在地上我们行事为人要行善事啊。那这个善事不是单单知道金钱呢、啊、你传福音给别人不是行善事吗？你去探访人安慰人不是行善事吗？人有难处你去帮助他不是行善事吗？所以呢，我们的责任那是照着神给我们的吩咐啊。那第二一段，第二段从11节到13节那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与圣徒同国神的公民呢、啊。那在这里说什么呢？过去我们是外邦人，在主约上我们没有份啊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目的啊，是他的子孙都能世世代代蒙恩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受割礼呀。今天我们没有受割礼呀，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、啊。那后来神与大卫王立约，大卫王他的后裔要永远做王，那我们又不是大卫的后裔啊，所以我们是外邦人，外邦人与以色列人不和，与神的国的无分，我们的结局就是没有生命而死亡，这就是这一段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的神们没有受割礼，又不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与神所赐的福气没有份。但是神是爱呀，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差他的独生儿子到地上来，是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得救。一切信他的，不分犹太人、外邦人、希利人、美国人、中国人，所有的人信他的都得着儿子的名分呢、啊。那你在这里可以看见，从前我们远离神，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亲近神啊。他将我们两下和睦在一起，拆毁了中间的墙，这是耶稣基督做成的。中间的墙是什么？他是借着他的身体灭了冤仇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把外邦人、以色列人
所有的人都能够在一起，是罪人能够跟神复合，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复合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说他给我们身体废掉了冤仇，叫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呢、啊。成为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，那你可以看见，就是耶稣基督死的时候，断气的时候，圣殿的幔子啊，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那你看圣殿由圣所到至圣所，中间隔一个幔子，是吧？一般人不能进去啊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进去敬畏神。那现在裂开了，那什么人都可以进了，是吧？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家、在教会、在任何地方，都可以亲近主了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个罪债还清了，这个账目裂开了，使我们跟神合为一，跟弟兄姐妹合而为一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这就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、啊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灭了冤仇啊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得到医治，所以这样我们不再做客旅。下面说我们是神家中的人，神家中的人，你看原来是与圣徒没有关系，因着耶稣的缘故，我们跟圣徒连在一起呀、啊，是神家中的人，神的教会弟兄姐妹有个亲密的关系。因为我们你属主，我属主，我们中间呢、啊，非常的可以说能够亲近呢、啊，不是一般人做朋友啊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那是真正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体会的呀、啊，在教会里面几十年呢、啊，我在见过三个教会，是吧？三个教会。我都经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一个光景啊，一般世人不会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见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中的人，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有生命的联系，彼此能够不但是谈心呐、啊，生活工作难处都能够共同来帮助啊。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好的见证，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。所以呢，即使神家中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教会，你不能做客人呐、啊，哎，你是神家中的人，看看地有没有扫干净啊，椅子没有摆好啊，这些事啊都是我们的责任啊。看见一个外来的，你赶快去跟他谈话，接待他，谈谈他的需要，介绍教会给他。神家中的人在神的家中有责任啊。我记得我信主不久啊，我看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侍，有一天我对教会的这个负责人说，我说牧母长老啊，我有没有工作在教会里给服侍啊？他说茂弟兄啊，现在没有，如果有机会了我就告诉你啊。过了不久的时间他就讲了，他说茂弟兄有个工作，你肯不肯参与啊？我说我肯呐、啊，什么工作啊？扫厕所，哈，那我说可以呀、啊，那我就扫厕所了。扫了厕所以后，还不得扫啊，他还检查呀，检查。他说毛头，你再扫一次，不大干净，不大干净。
那好了，从那一天我就认真的扫啊，刷干净啊，把这厕所，过去的厕所不是尖尖的马桶啊，是蹲到地上啊。我这个年龄，你现在看，几十年前是蹲在一个洞里面，是哪里啊？这情况扫干净了，扫了几个月以后，他说：“毛弟兄，你换一个工作，换什么工作呢？受洗的时候拿拖鞋，穿衣带衣服。”那过了几个月，又给我换了，做什么呢？去探访。我说不会呀。交给你呀、后来我学会探访，弟兄姐妹呀、我在教会就学了不少啊，洗厕所呀，拿拖鞋呀，去探访啊。这个中这个世界城里华服第一届，在香港啊，1967年在香港城里华服啊。城里华服啊，那我就担任小组的讲员，讲什么呢？怎么样探访啊？你看，那时候王永信呐、他知道我在台湾建立一个教会，在清华大对面，而且教会很兴旺，怎么建立的？他知道我怎么探访，所以我在第一届。做了小组的讲员，是讲探访啊，给谁讲啊？给那个牧师们讲啊，代表啊，那都是在教会里操练学习学习的。弟兄姐妹们呢，我们在家里面，那是要尽我们的本分。若是人人爱这个家，这个家就有欢喜快乐。若是人人肯舍己为这个家，这个家就丰富；要是人人爱这个家，这个家就变成天堂。我们在纽泽西 Cherry Hill 就变成一个灯塔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根基在这里说，耶稣基督是磐石啊，使徒的。建立在磐石和师徒的根基上，师徒的根基是传福音真理，那根基在磐石上，磐石上是稳固的呀，啊，不是盖在沙土上，是吧？主是生命的根基，主是爱的榜样，主也是福音生命的源头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想一想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我们是神家中天父的人，我们当如何的表示在这个家？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在神的家中当如何的服侍？也给各位想一想。我提着两个问题，各位的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，使我们这个家成长兴旺，见证叫许多人因着我们的服侍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新造的人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借着这一章圣经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原来是罪人，活在世界上，与世界为友啊！但是，因着你的大爱，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叫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罪人变成义人。原来我们是外邦人。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让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，不但跟以色列人相联系，我们与神的国度联系。主啊，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恩典，我们实在是向你感恩，向你赞美。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。
都是服侍主的人，都是传道人，都是为主做见证的人，那我们的教会就大大的蒙恩蒙福啊！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主的盼望。荣耀尊贵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